丁泽仁和邓泽明两人加在一起演了场广播剧。你回来吧，宝宝。这两个字我不要再听到了，听到没有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就记住，我对不起你，确实。好，可以给你刀，你现在过来，你知道我家在哪，我让你刀捅死我。等你想好了，我们再在一起。我说套是套。宝宝，这两个字我不要再听到了。